吼、哦，即过去丰台啊，丰台伫婚姻馆政府环保局的要求之下，是答应婚姻馆要将这个粪扫拢总清掉啦。到今仔日，咱现场所看到的无清，煞来造成即个堤防吼土花一崩崩堤啦。吼、哦，即摆河川局再个吊马站角来咧替维护地方的安全啦，维护阿寮的安全啦。那有迄落讲，丰台你私营企业一年赚几百、几啊百亿的，那么对地方恁该回馈的这个环保问题，恁竟然啊是安尼做表面工作，事实上无完全解决。哦，我嘛要求环保局啦，到底恁的监督功能是伫对？安怎啊？